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林志玲与 Akira 明17日在台南市举行婚礼，一对家人结婚让大家都忙。台南市长黄伟哲很忙，准备农特产大礼加装一牛车给新人。恩师洪伟明也忙，澄清并无期到不去婚宴。媒体也很忙，为了能在当天拍到好画面，连空拍机都准备了。台南女儿从台南出嫁，台南市长黄伟哲准备在第12项农特产大礼加装一牛车。他打趣，台南37区农特产很多，精挑细选12项，其中最具巧思的是台南木工艺保存者陈启村特制饼模，刻上林志玲与黑泽良平名字，祝福新人平安圆满。林志玲的恩师洪伟明被传一开始没受邀，后来受邀却气得缺席婚宴。洪伟明昨对传言觉得好气又好笑，强调林志玲宣布婚讯第一时间就打给他，也替女儿出嫁感到开心。明晚他因为要帮长辈祝寿且担任统筹者，不能去林志玲婚礼感到遗憾。寇乃馨明天也将到台南参加林志玲婚宴，巧合10年前的11月17日是他和黄国伦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密婚的日子。他透露受到林志玲邀约后，毫不犹豫立马买了机票，决定排除万难从北京飞回来。